新兵法，江汉从中，少峰应天一声。第一击败，重回第正法。兵高无兵，进去的孙正拜下。自个一心不坚定。西国来多久？什么有实力？坚持正义，你的罪什么？我只是想帮你拯救这里，用给你怕娘。你看起来好像不欢喜，不、哦、是吗？那笑起来看美丽，哈，弄笑不出来了，分明就是不欢喜。我并非不欢喜，只是不值得欢喜。为何？打败这个死鬼人，伸张正义，不值得欢喜吗？虽是如此，用心杀戮。看不出你的真善良吗？想较快的，我在武林的世界，以这种的事情困扰，也非常痛苦。我宁愿不去困扰，唯有如此，才能让我时时警惕正义之存在，性命之可贵。切，自寻烦恼，何必呢？你朋友是什么？特别送我阿弟的礼物。明日阮厝寿宴，你嘛斗阵来，担一粒喜气。阿娘，你真正回来了。阿姑，难得连你也来。怎样？上日迄招比起武功，无相对手了吗？哈，已失败过，那你离成功也真远。你叫阿姑三个武功比较真好用，但阿姑你为何不练？徒劳不动。哦，对了，阿娘，我为一支祖母相助金枪一生，只做代表印记，无做代表阿娘。小虎，你这个今日比较真有心，是点头提加赏，也会跳过我手中的金枪。阿娘，你拢知咯？这种饕餮手法，明眼人一看就知，所以风采毙灭咯。你发生一丝意外，胸襟跳碎。看来此事后续不断。这回你真喘气了，听到东东高声欢天，今日再次就发痛下杀手，此事必有因，一定是大有问题。此事用后再向大哥任命，因此你该遵守你阿爹对你的处罚。你这位朋友，咱来好好交谈，但你。爱修法，大哥，我先去招呼皇家一关门，稍后再过来。阿哥，救我！我无想以你的父亲讲话，我救不了你。七路，一声我未当跟你出声了。吴红，何必幽闭苦念？来。这不一定，不该有所还击作用。
出一世。你的求好心修的儿女，永远忘忧，忘忧。这个名字都要十分的快乐。你从哪里来？我从地府下来。哦吼，要真注意。所以，那卖红阿姨的开讲，咱到旁边休息。教师，你敢一定爱规工对你过身边？小主命令，这就输给我小主官了。你相对的急水，你出去就难了。我跟人家拍不到，这本书找不到呢。不然，哎呦，我不到有点艰苦了啦。有啊，你真救我了。不吧，我想多你服务，就是想你不可离开房间。哼，大鬼头哥哥，这个好你要好好感谢我。哎呦，今天啊，小鬼头，你这招来的正是时候，现在就执行的方法。好。就先凶狠孝顺，好、啊。七多位，方才多谢你配合我，要这个小鬼头，不枉我平时真关照，这次专可以引开挑唆及水，小主心。是你不该离开猎场，为什么？王庭之人所占之地，有关四世界大事，你将引来飞刀家的关注，加上有效威迫公开显示，同时猎场成为各方势力焦点，你的身份将引来祸端。本大小不是省油的灯，要来就来。风来真正来，回头阁，红袖之灵，神闹鬼怪。我现在叫恰诛心，你休说，你也不能等。走，七路，你好日子。谁的事？这人是为了我。谁也不能去。这个定国阿三又是谁？三秋自己有理了。来自不同的势力，为着相同的目标，战斗是为了方式。七多位，卖讲我无够意思，这两个由我收拾，你负责这个定国阿三就可以。要小心！诺、no! ，来哟、哦！好，来呀，来呀！林崇明，上秋主力救阳，必须红红英烈，同时间，七路英雄红名震动，英将回旋。哦。龙，退后！走，准备！就就崩！你们最棒，破坏就走！星际魂敌性，就在教主星有数座交集点。迎红飞的步兵敌我，遥闻金钟。朋友，武器，停！临时不离，
真不错。竟然是你老乞丐，你那里叫？你这个狗音啊，一瞬间就流出了声，拢无咧管大人是不是担心？哟，就问一下吼，我跟你讲有真实，你那知影我伊条声有关系啊？伊又是什么人？路上再跟你讲，行，咱来去迄个银湾神社去敬海雕。啊，我阿姑你也熟悉啊，这真正奇中奇。回来咯，怎样？看你心情愉快，就在你的小夫小妹所送的那支雪条，应该不差吧？无枉费我抢了一回雪条。一副用的，真乖。晚来咯。嗨，朋友，咱又见面咯。原来是小子归国军。老破碗，你怎会将伊出来叫？从来未曾用笔的较紧啊。哦，印字弟弟拜了吗？我有你那安尼问，应该问讲印字你有受伤无？安尼唔只丢。我知影各位意思，但这回因捉到老七家的计策，所以无结果。老破我你真都是哟，救人要出，唔是啦，应该就只是爱公分为己，我出也不想困。哈哈，人讲天定天公，地下无故公，我将伊出来讲。就是希望金海钓你这个阿姑，应该为你的卫生啊做一番事，让你是活在伊身边，这就是最舒服。喂，你真正翘会出嘴，讲会出力，再讲就好。因此就想经常一战老，就必须经历顶顶的一败。但现在情形可是无允许进入一切，那无又有心事。你的小夫小妹是万里一世人，暂时先将老人家，伊对你的小夫小妹冒一个交代。是啊，这两网友也给了两个判，好吧，就留因在此。网友，行，你先带我伊失落到这个附近看看。夏主心，我有一个问题一直想问你，什么问题？我见你朋友，但总不准看你朋友，这是何故？这个问题敢有需要问？当然是李红的手，兄弟拄着够资格，把对我出剑的人。要问小主武功强军，如今看来，剑不相比，更加强悍。不敢动，夏主心，咱来比起一场如何？啊，你讲啥？我只想着，咱都不够资格。是多呀、啊，趁我叫你，我就跟你讲实话吧。其实，我根本不想减肥。那你如何判断？你有感觉潘剑比较有气势吗？威风凛凛，竟能唱得出本大笑英俊不凡的风采，大家拢是真样。你看失落的嘛是同款，难怪义父听。你在本质上，你义父可是有一丝的相思。此刻兄，还是以义相迎，祝福兄弟。失落的，你是在称赞。也是在亏我，不能一律论断，行为可笑。